大刘，你给我起来，你起来。哎呀，干啥呀？事儿办完了吗？你就说睡觉你啊？不就那早熟中心吗？啊，不是早教中心，早教中心。我去了。报上名了吗？没报上。那咋还没报上呢？没报上就没报上呗，就是一个早教中心，让孩子早点睡觉，报不报能有啥用？我可告诉你啊，我早就听说了，早期对孩子进行开发和教育，对孩子成长有好处，这是国际上公认的事儿，你知道不？哎呀，我一大早都去半天也没报上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必须去，不管咋地，不把名报上，这孩子我就不生了。不是，你先别吵。哎呦，你说孩子还没出生，你本先把后事给他整明白了你，不是，就后面的事给整明白了。你先别吵，我听你的行不行？媳妇儿，咱俩都37、8岁了才有个孩子，我啥都听你的啊。明天再继续报行不？不但明天继续报，我还告诉你个事儿呢。我今天不报名去了吗？你说我看着谁了？谁呀？咱楼下小张。看他咋的了？他也去报名去了。呀，是吗？哎，你打个电话问问，看看他报什么呀？行，快点。离我远点，辐射辐射。喂，小张啊，张啊，你搁家没？我在家呢。那啥，你上楼来一趟，你嫂子找你有点事儿啊。好嘞，快点快点。咋说的？马上来马上来。太阳当空照，花儿对我笑，小鸟说早早早，我要带我的儿子去早教。不是，你啥事给你乐这样啊？能不高兴吗？啊，宝贝计划早教班我儿子报上名了。哎呀，你报上了啊？小张啊，你真行，报上名了啊。你瞧你大刘哥啊，我让他昨个去他非得今个去，你看没报名吧？就你跟你说嫂子啊，你就前天去也没用。咋的？我儿子从1岁我就开始报名，今年都3岁了，我才预约上。不是，这怎么报个早教班还得预约？那可不，这个早教班是郑重承诺，1岁学生物，2岁学物理，3岁学高数，10岁考大学，30年内拿下诺贝尔。你说这个早教班他也太能吹了，30年拿下诺贝尔，他要那么厉害的话，他培养个足球队多好呢啊！30年拿下世界杯，那我就服他了。老婆，你以为小张吹牛呢？我早就听说了，这个早教班啊，培养出10多个神童呢，哪个孩子都比别人孩子强。告诉你，是强能强哪去？哎。老公，你比方说哈，你小的时候会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爸，哎，你干啥呢？不是，我刚出生前会说第一句话也是爸。你看见没？你俩会说的第一句话都是爸。咱家宝宝出世以后，上了这个早教班，会说的第一句话肯定不叫爸。那是啥呀？爱因斯坦。什么玩意儿？爱因斯坦，你把这姓爱的给我找来，我必须得整明白这孩子到底是谁的。大刘哥，爱因斯坦是科学家，那都10几十年了。我整差了。我说这个早教班就没用，你说孩子上1溜13招，自己爹是谁都不知道，你上他有啥用啊？我小钱也没上这早教班，我现在在我们同龄人当中不一直是遥遥领先吗？哼，你掉头发的速度一直遥遥领先。那叫聪明的脑袋不长毛。我都想好了，咱这孩子也不上什么早教班啊，咱俩别带，让我妈带。我小前就是我妈带出来的，多好，照谁差，溜光锃亮啊。老公，我真误会你了，我寻思你缺心眼儿啊是天生的呢，没成想你也是受害者。
嫂子，那我先回去了啊。哎，小张，你等会儿，嫂子跟你说点事儿。啊，来，你那个报名花多少钱呢？2000。嫂子给你4000块钱，你把那名额给我行吗？那可不行，我这都排3年了才排上。等，你凭啥给他4000呢？咋的？我跟你说啊，别人家的孩子呀，上学啥的呀，家长花不少钱，咱们家孩子花4000块钱，你就心疼了啊？那也不能花4000块钱买个名额呀，你就心疼了啊？不是那个，嫂子，是这么事儿，你们俩先别因为这点事儿吵。你说这啥人这是啊？我想问问你们两口子账户存款还有多少吧？你啥意思啊？啊？你嫂子同意给你4000了，你还要多少？不是哥，你误会了。你看人家这早教班有那录取须知，凡是在本早教班学习的孩子，家庭存款必须达到10万以上。人家是10年一个周期，1年12000，10年12万。你钱不够，人根本不要。完了，媳妇儿，这回死心了吗？咱家家底儿拿出来才10000多块钱，还得给孩子买奶粉，还得买尿不湿啥的。你说你拉倒吧，就别寻思那事儿了。哎，咱们从那个亲戚朋友借点，要不得从爸妈借点，行不？我媳妇儿，你到底图一啥？反正我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，要我就不生这孩子了。不是，嫂子，你先别生气，这还一条呢。凡是在本早教班学区的孩子，父母双方必须在本学区内居住，并且落户3年以上。不是，就上一个早教班还得买个房子呗？那可不，我就为了让我儿子上这早教班，3年前我就在这小区这买房子。行了吧，媳妇儿，这回你还说啥？咱家连那个学区房没有，上不了，拉倒吧。哎，我的户口啊是那边的。那我的不是啊。你的不是，离婚吧。啊，离婚。媳妇儿啊，就为了上一个早教班，咱俩还得离婚？就那像成啥样，假的。孩子上完早教班，咱俩再复婚不一样了哟。那你图一啥呀这？我啥也不图，我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。那你就得把我累死到起跑线上。大刘哥，这不是你就忍忍嘛，咱这也是不得已呀。不，我就不信了，这孩子不上这个早教班，孩子就没有发展，没有未来，就没有出息。现在不都这样吗？孩子从打一出生就开始比赛，什么升学、考试、谈恋爱、买房子、娶媳妇儿，一步赶不上，那一辈子就跟受窝呢。咱们这当家长的，能让个人孩子让人给落下吗？咱也没上那早教班，是不是？小前上学还逃学、打仗、摸鱼、掏家巧，现在咱们过得不也挺好吗？啊，你呀，别拿过去比现在，现在呀跟过去不一样了，知道不？我身边的同事哥呀、朋友们呐，早早把孩子送到早教班去了，人都学啥知道不？老公啊，钢琴啊、画画啊、美术啊、美声啊，什么都学好了啊。咱孩子长大了啥也不学，跟人孩子一比，人家孩子瞧不起人家孩子，你知道不的啊？为了这孩子，我拼了命，我也告诉你啊，上那早教班。媳妇啊，啥也不说了，行，为了孩子的未来，我同意跟你离婚。嗯，不是，是假离婚啊，假离婚。但是你得让我知道，你得让我感受一下他这个早教班到底教啥呀？我有明白我因为啥离的婚吧？你不想体验早教班的感觉吗？啊，趴下吧，家长把孩子放到垫子上。你可别抻着我，你没事，来吧，躺着。哎呀，哎呀，鞋脱掉。哎呀，哎，这就是早教班啊。按足底对增长有好处，脚趾灵活啊。左边30下，右边30下。小张，你看见没有啊？他就是因为呀，没有经过胎教，没经过早教、家教、高教，一教又一教，就知道呼呼睡大觉。我都不能，你看，把我们的娘俩啊，根本都没放在心上。嫂子，你说这当家嫂子，你那么的，你也别老埋怨我哥了。实在不行的话，我这个名额就给你们了。哎呀，小张，
那你家孩子咋整啊？嘿，我儿子都3岁了，现在上早教也晚了，但是我爹妈也不同意。哎呀，信不着呢。那嫂子咋感谢你呢？你这哥，谢啥谢？将来你儿子要成个诺贝尔，我这不也有一份功劳？到时候啊，我肯定谢谢你啊，真谢谢你了，小张啊。哎呀妈，真好。Hello, Moto。哎呀，这早教也太香了，这是。来电话给你吵醒了，嗯，我接个电话哥，嗯，哎，谁赵哥呀？啊，那宝贝计划早教班我就不想报名了，那就对了。哎，你儿子不是在那早教班上学呢吗？住院了。大夫说早教过度有自闭倾向，不能吧？人家不说了吗？30年能培养个诺贝尔吗？老板还是外国的。啊，外国养猪的、啊，那不敢扯你吗？培养猪羔子还行。哥，你先别着急，我过去看看孩子啊。先等会儿，那个哥嫂子，我这边有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这个早教班还报不？还报啥呀？没听说孩子出事儿吗？我就说嘛，媳妇儿，咱别上那个早教班。那早教早教，顾名思义就是让孩子早点睡觉。你刚才不是给我上一堂课吗？一个大人都睡着了，何况孩子了？咱家的孩子还得我早教啊！太阳当空照，花儿冲我笑，小鸟说早早早，你也先睡觉。好，行吧。